你是不是喜欢那个乐队？喜欢。今天交给我了，我给你拉。静姐，让他们加我们微信，你知道吗？静姐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我今天听他说，彭磊的微信特别难加。特别难加，有多难加？就是说他在那个其他节目里面说了，他把圈里的那些全拉黑了，他的手机里只留这些家里用的水电工啊、小孩的老师啊，就只有这些人。那这种人就别去凑热闹了。自取其辱。没有，但我们是一种欣赏，远远的欣赏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别不说真话，说人话。你就说你要不要微信吧，还是想加微信的。